这样合理一点，因为我单人四排呀，得有连发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地利啊，咔咔的，咔咔来，你看，哎呀，啥也没有啊，穷的一不一啊，走，弄人去，去哪弄人？哎，还去这边吧，我的专属小房车。停在这个位置，咱们继续上房等人去。哎呀，引着一个是一个，咱们就是偷后背啊。现在狗分的位置越来越少了，以前那位置可多了，该搬改的。我感觉就针对志哥，志哥被针对了啊。光子真不是个玩意呀。别动，别动脚步。他发现我了吗？他应该是往楼顶上撇雷你啊。这一个人好像不是一满编，一满编早就攻我了。蹲着脚步声会传的稍微近一些啊。俩。完活怎么样老铁们，你志哥这眼狠话不多哦。面对两个人攻楼，手不忙心不跳。必须得沉得住气着，不然吗？看去哪啊，阿城 S 城。啊，看志哥这小车技卡机。呀妈呀，玛莎拉蒂快跑啊，别追我大哥们，别追我，哎哎哎哎，别追我，哎哎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去还敢没人守我啊啊，太阴了，太阴了。我是自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阴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